骑行天下，其乐无穷。各位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顶级赛事文评论道。又是新的一周了，我们首先呢来梳理一下这一周究竟发生了哪些骑坛上的大事儿。本周国内的骑坛焦点是在第13届李光杯围棋赛的决赛。李光杯是一项赛制独特的比赛，其中包括了个人赛、混双赛和新秀赛三个不同层面的比赛。决赛于4月13号在海口市进行，经过激烈的争夺，周瑞阳九段执黑167手，中盘战胜了唐伟星三段，这也是周瑞阳首次夺得李光杯。在混双决赛中，姜维杰和鲁佳组合最终战胜了王磊和于之颖组合，夺得冠军。此外，1998年出生的小将李钦成夺得了今年的新秀赛冠军。在赛后的现场抽奖环节中，著名影星葛优每年都会担任抽奖嘉宾，今年也不例外，这已经成为了李光杯的一大亮点。那聊过了一周的奇人奇事，接下来呢，我们要请上的是世界冠军罗喜和九段和裘丹云二段，他们将为我们带来的是第13届李光杯的决赛啊，周瑞阳九段和唐伟星三段的争冠之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接下来呢我们就为您讲解第13届李光杯围棋赛的决赛，是由年轻的两位小将对决，一位呢是周瑞阳九段，新科世界冠军，还有一位呢是唐伟星三段。可能大家对于这个唐伟星呢不是太熟悉，其实呢他之前在围甲赛场上呢就有很出色的表现，而且呢在百灵杯当中他也是打入了四强。我想罗老师您对他们两位棋手都非常了解吧？唐伟星应该名气很小的时候已经不小了，他晚报杯的冠军那时候。哦，他晚报杯的冠军。他很早就有点名气了。嗯。然后进入专业以后，等于说那时候前两年我跟他还在一个队，在葫芦岛。辽宁葫芦岛。辽宁葫芦岛队，现在在觉华队。嗯。嗯，像一下觉华岛。现在呢他还在甲级队离我续一级了。我发现这个年轻棋手有很多都是一开始的时候下晚报杯下出来，像十月周瑞阳也是，还有这唐伟星也是，那个可以说是他们刚开始成名的一条道路了，简直、就是、也不说成名那条的、积攒实力、对他们来说还不算成名那个。好，那么这个决赛呢他们两位选手在相碰了。之前的百灵杯呢这四强赛上呢唐伟先生是输给了陈耀烨，周瑞阳是战胜了另外一位小将谢尔豪，然后进入了决赛。这盘棋呢是由周瑞阳执黑先行的，这也是很常见的布局了。下的很多件，这是常见的不能再常见了。最近好像这个布局已经取代了这个中国流的流行趋势。原来是走在这儿，现在走在这儿，也有人像走在这两个地方比较少，现在呢就是走在这儿的人开始多起来了。哦，又开始走这儿了。现在走这儿的人比较多，但是呢因为我这次去前几天去韩国下那个 LEC 杯预选，倒是赢了一盘，第二盘才输。就我在上港看，就很多人都走这儿现在。但是在正式比赛当中还出现的少。那这个是韩国棋手下的多，还是中国棋手下的多？好像是韩国棋手下。哦。我就说这个，是，然后。白线分头。但现在这个还是常见了，白线分头。是的，估计这流行的趋势又往那儿发展了，又开始。黑棋走这个。嗯。看起来黑棋这个是为模样，其实他走这个的话呢，就是说实际上他是想取地了。哦，他要是为模样，他应该逼住的。哦，要走大的是吧？对，他要逼住。然后再飞，这样才有力度嘛。嗯，这样要保持对白棋的压力，主要是。那如果他既然走在这儿，就没想攻你，就想着顺势围点库。嗯。就说他的想法很明显。那么。白棋是飞，他是爬了一个，爬的是这样，爬完了顶住之后呢，白棋点在这儿了。就如果在这儿的话，可以压。压的话，白棋搬吗？他在搬。在搬这个。就这邱俊刚下了一盘。然后他飞的这个。哦，是这样下的。这个他、不是刚下了一盘，今天正在下。就我们录的这一期节目，他们 LGBT 选正在下。然后黑白棋是。
白的是走哪里的？他要跑出去吧？尖的。哦。尖的也接回来了。是啊，他如果飞的话，不怕被人家尖断吗？对，应该是尖的，接回来，让他再走，他就具体。这变化对，还得好好研究一下，现在还没有结论对于这个变化哈。他是走了这个。嗯，白棋点这个。这个布局呢，就是在那盘是谁跟谁的？是金志熙跟谁的？也是跟我们中国的一位棋手下的。对，跟我们中国一个好像是半决赛还是？哦。就说黑的点呢压这个，当时白的是飞的这个，嗯，后来黑的就走完以后碰了一个。哦，对，我想起来了，好像有点印象，跟你说的。是谁来的？张维杰，好像是。啊，对，好像是之前的这个什么对抗吗？还是什么？招商地产啊，对对对，中韩对抗。嗯，是一个对抗。啊，然后具体是谁我记不太清了，反正就是有这么下的。嗯。那么是，他这盘棋也是点的，压住。那么这个呢是那个，这盘是唐伟新的白棋，其实周瑞阳也比较喜欢正在这儿。哦，在这盘之前，在正这个之前，王喜也喜欢。嗯，就他们这已经出现过三盘棋了，就说大多数棋手现在是比较喜欢飞在这儿的。飞在这儿。对，飞一个呢，就说和这一个就是。大致有点相同的意思，嗯，但飞也是很厉害的，比如你要贴他搬，然后拐长，哦，是这样，有你打吃，对，他可以先走这边也行，他压两下也行，嗯，那么黑的线要是爬过的话有个断点，接住的话有点损，嗯，不舒服，黑的还有点难以选择，对啊。嗯，再被白的就先手就走扁了嘛，嗯，他还可以先不提，他冲着可能搬打了爬以后有可能。哦，这还有这个招法。对，他就说他外面这边下来以后，他可能搬。他搬这个，然后黑棋呢，你现在只能团断，这没什么办法。嗯。然后一拍吃完了，就爬角，角上成打结了。对，这个棋很大，这个棋。是。那这个棋，我总觉得这个黑棋如果说被逼无奈要接回去，这个总是一件很委屈的事。所以黑棋呢，总是想办法不去接这一下。那么你要搬？嗯。他是。他要挡下去吗？挡能不能打？他退。打了可能怕人家打断的是吧？嗯。退的话，他要拐在底下吗？这个总要拐吧。嗯，他拐。哦。就是具体的，反正。这压吧，嗯，就大致这个意思。嗯，他实按阵也是出现比较多，最近黑的联络是比较正常的，嗯，像他这个本手吧，嗯，他走底下，然后再尖冲。嗯，啊，这个是阵完了，就是为了要尖冲这个的吗？对，王喜在那个中信银行杯连着这么下。哦，他就是这样下的，是吧？嗯，看来对这个布局还是有所研究啊。嗯。对，他最后是冠军吧？好，王喜。啊，对。嗯，他就靠这个一招先。把人家干掉了。嗯。一招先是吧？嗯。尝一个，黑棋打出去。这个棋冲断总是比较普通的感觉了。对，他不。比如你要从这儿靠出来，嗯，当然也不是不能考虑了。嗯。这长就考虑先攻人家这个，但毕竟他这些子很轻。对，他是不是现在要这是挡还是压？是挡吗？这边还得走吧，因为断了。断了太大了。本身压还没吃到白的，黑的可以拖。嗯。你要挡也没吃着。因为他冲了搬了虎以后也能活，啊，就说白的也吃不了黑的。但冲断是一种心情了。嗯。这人家监测在这儿，尤其这儿小飞的时候，如果高跳那冲断可能要考虑一下。小飞一般总是想冲断的。嗯。打吃尝一个。嗯。然后黑棋拖。然后这个次序是，我看网上的棋谱是拖的，我总怀疑他是冲的。先冲的是吧？对，嗯，网上棋谱不见得次序是对的，因为冲也是没变，你挡住他在加。那肯定会下神角了。对，这个是没有变化的。嗯。那拖的话呢，白的是有可能断进来的。他断这个。嗯。断这个的话，黑棋是不是搬角了？
反正能搬吗？黑的搬它要冲的，它能冲着一下是吧？对，这个黑的就不行了。啊，那如果被冲着，那就不行了。黑的只要接，接白的也有可能也搬。就打一下。嗯，那先打一下。击打一下，接上。提也可以。把提掉。嗯。也一样，反正能立着嘛。嗯。因为你要是先拖的话，是有变化的一个气。嗯。它得接吧，接上，或者跳一个，都有可能。然后这样的话呢？黑白的以后这打，这先不，对啊，这个连手，这白的是有可能选择那么下的，这个棋。这外面很厚，确实，这脚地也不是很大。就说他先拖的次序，要不然你打之前先拖也有可能。对。所以这个次序，有可能是先拖，搬了再打了冲也有可能。嗯。但是打了再拖这个次序，我觉得是肯定不对的。就告诉大家这个次序的话，如果说先冲，哎，你看人家没变化，还是先冲吧。冲完了再一拖，他没得变，他肯定是下成后来那样。你要直接拖，人家肯定断你了。因为网上呢，它有个转播的那个中间环节。哦。他那个棋谱，有可能他转播的呢，他有可能也是业余高手。嗯。他觉得自己水平很高，他可能出去转一转，看看其他的棋。是。一回来看成像一样了，他就以自己的水平来判断他到底是什么样的进程。但实际上，他的水平可能不足以到推测这个棋到底是先冲还是先拖，因为有的时候或者说现在先拖啊，对，这个都有可能。对，因为有的时候我以前也是做过记录，也会发生这种形状，因为有可能是就是中间跳出去的时候，他跳哪边都有可能。然后我就开始发懵，我说他到底是先跳哪个的，最后就蒙一个写上去了。就说这个次序，反正我也很困惑。他这个像他，反正我们看的棋谱是这么下的。对，是这样的，我们是按照我们看的摆给大家看。嗯。但是罗老师说应该先冲一个，最好是好。然后他现在跳这个。对，跳这个我也是有疑问的，按道理应该是跳在这儿的，所以这个就像这种情况就搞不清了。跳这个次序是正常的啊，哦，因为白的尖也虽然说看起来黑的形状不如双一个竖，但也撞了白的一气啊，撞白的一气以后是有用的，这以后有点用，但是就说要摆起来有点遥远，就你但是拆着人家是可以冲断的，冲断它会压这个吗？对，冲断的话。他先肯定不能花两手在下面做活，对，压比如要争就要搬，他们要搬，嗯，你打胡搬其实差不多，跑出来再打吃，长出来，他断掉吗？还是先走什么？断反正跟拐是一样的嘛，一样，意思一样，你要断，嗯，他打，提他跳，接住，给你虎下来。这棋就比较明显，两边形状一样。这不是白棋先收，你不差一棋吗？正好。对，两边形状。我加一个你就死了。两边形状一样的话，从逻辑上来看，那个黑的是肯定不行的，这个不太可能你行。就具体怎么吃，大家可以研究研究。但是肯定是白棋下这个棋。嗯，我摆个最简单的，我加一个你就死了吗？我就不说我立下去的。加一个是死的最干净的。我不说我立下去吃你的问题了啊。就这个明显是有问题的。对。这个一冲断，那能冲断的话，这个跳显然跳的不是地儿。嗯。然后，那如果黑的不能走上面，他就只能走下面，比如小尖。嗯。飞还有一个冲，那你要小尖，你要就外面拐打一个，比如或者拐打在这儿补一个，那你底下要再走一个，这太扁了，太委屈了。嗯。你长就压嘛，或者跳死。比如你再在这儿飞过那个这个。就不是黑的出头的本意了。对啊，跑到底下去渡过去了他，他现在。所以对于普上他跳这个，我也持怀疑态度，就说，就他就不冲断了，有很多错误的地方。嗯，对网上的东西有的时候。跳，打下去。就下了这样的棋呢，我最近看棋谱已经看了三盘了，前面都一模一样。那这个地方是跳哪个了？一般都是跳这个。都是跳这个，那看起来这个是有点问题。然后呢？一盘呢，白的是打在这儿。哦，打这个。一盘白的是飞下来的。我就想问你，为什么接下来白棋不能先飞下来呢？我很想先飞下来。对，一盘是飞下来的，当时黑的是搬的。嗯，搬它挡住。嗯，就看有棋手讲过棋，好像讲棋的是大话痨。
哦，华以刚老师是吧？嗯、是立一个、嗯、哦，这个不能错哈。那黑的从这儿靠出来，这是一盘棋，这盘棋是快棋还是慢棋，我倒记不清了。嗯，然后紧接着我就看不太懂了，他靠一个再搬一个，嗯，黑顶在这儿，因为他打了接白的搬，他在断，他觉得是弯三角有点难看。哦，这个很意外，这搬下黑的让白的在上面活了一块，后来是王熙白的赢了，好像是。嗯。就说，但是实战他实际上呢，他可能这靠出来还是可能黑地方这地方后来没处理好。嗯、他觉得很大是吗？这个靠出来。那白的现在是靠。靠这个。嗯、他觉得这个嘛，反正黑的也是活的。嗯。虽然说。这边能把你封进去，但是为活棋可能意思不大，先防守自己。嗯。那么呢，黑的就出来，这是很正常的进行嘛。嗯。跳出来了。就是我后来就一直很有个疑问，我说这地方双方很长时间都没下棋。嗯。我说这个点应该不是你有点那个教科书的手筋吗？他点一个的话，黑棋能不能压住呢？嗯，黑的，压住吗？我说你接，啊，我贴回来，你搬，嗯，因为你不能搬这个，搬一段，搬我断嘛，你长的话，你现在只能搬过，都过了，那太不像话了，嗯，渡过有点不像话，那你搬这个，我退，嗯，那你从这边渡过也有点不像话，你也没渡干净，这我再一断，待会儿脚上有点问题，外面也被断开了，这个不好，还行，嗯嗯，就说那你不接，那就是压了，那只能压，断一个我只能长，嗯，比如说。白要是长的话不行，接上，嗯，扳住，断我从上面一打吃就行了，嗯、长了我就一路打两下也长不了气，长两下也跑不出去，嗯，那么它都是四棋，但封不住，靠了人家一扳就行了，对，靠他可以扳，长一个他接上，这依然要跑，你还得后手封一个，封这儿，嗯，可以收气，收气就行了，简单，嗯。这个白的不行，这打两下也没有，打两这第二下打不到。嗯，所以这样看来这个点很严厉啊。那点的时候黑棋要怎么应付呢？不是，刚才长不行，白的可以挖，他挖起来，他要挖，嗯，挖不能打上面，这死了棋筋，这个断掉，对，这个跑不掉，只有打下面，长。那没有办法，只能打吃的底下，打踢掉，再扑一下。哦，还要破一下。嗯，那个舒服一下。哦。然后呢，像黑的要接。嗯。这个脚已经穿了，比如我现在就爬一个也很也可以。然后这个还是先手。对，以后我还要跳你一下。让人活了，简直。我跳你一下，我这还要立你一下，这个、以后我就由自己喝。嗯。就这样，肯定也是黑的不能接受的一个图。嗯。那你铺这个的时候，人家有可能接上啊。接上那上面上没有跨上面跨没有了，嗯，这也是很纠结的。嗯嗯，就说从这两个图看来的话，点一个黑的就不能硬了。对啊，点一个，点一个那怎么办呢？黑的就压一个虎一个。那这个不棋价值太大了，这个快棋连眼带目全后了。对啊。这毫无疑问的是一副大棋。对啊，那就是说人家拆出来是不是得赶紧点他呀？我就后来两个人就一直没下。是谁也没点。我就觉得这个是决赛呀、啊，两个水平那么高的人，那个看，因为对这个怎么会没有感觉呢？事后你应该问一下他们到底有没有想到要点一个这个问题。这个很难预料，这不知道为什么没有点。他拆了一个。对，实际上白棋拆一个嘛。嗯。就说他是想自己这地方比较厚，嗯，没模样，他是这么想的。对，嗯，就说要把棋下成连片。一般说自己比较厚的时候呢，其他地方要进行连片。嗯，连片的话呢，就这后势威力才大。比如你进来，我不见得要吃你，但我可以让你去做眼。嗯，只要让你做眼，我就成功了。对，做眼的效率很低，比如很多个子才能围出来两三步棋，有可能是。他就是这个意图，但这个没点还不够厚，这个问题在于，然后黑的挂在这儿，一般都是挂在这儿。对啊、嗯，他一般挂在这儿的话，他是觉得也就是单关一个啊，也就这样、嗯。他是觉得这里面这棋形不牢靠吗？对啊，以后你要碰进来，他肯定是
不太好收拾，差点东西呢。哦、嗯，那他挂在这儿，他挂的小一点、嗯，他觉得这样守的可能坚实一点。哦，挂完了，他可能准备干嘛也不知道。嗯，其实白的天儿也不知道黑的棋准备干什么。嗯，但是好像唐伟星没这么好的脾气。这莫非是想打入？离得远一点，啊、但是这个就很难判断。嗯。嗯，虽然他已经跳，也就是贯彻他这个的意图、嗯、他觉得他这是后事，对，他想要把它完整的连起来、嗯、就是说他这个想法呢也是对的，嗯嗯，因为毕竟 这个地方，比如我唯一一个本身也有一些墨分、嗯、我要不走他的确也比较厚，要是把这个吃了就更好了，但是他这个想法会不会有点稍显勉强了一点、嗯、像我觉得下这样白的还可以，嗯，白棋还不错、嗯、就是他这个想法就从后来结果当然不太好，但是结果就是说在实践这个想法的过程中出了些问题、啊、他具体的招法没用对、嗯、可能是不是他的想法的问题、嗯、啊。对，他继续搬头把这块连上、嗯、对，这个连上以后这个效率是很高的，以后比如说这一带走一个要逼迫你单关接回去他就厉害了，是的，这个棋啊就是我不见得一定要断你，嗯，我外面走一个让你接回去我就已经很满意了，是他最好是逼迫黑棋连上，如果白棋非要断的话，一般都是断下去要黑棋命，我要吃你的时候才断。对，因为断一个本身是个单关、啊。对，谁也不想走这地方、嗯。所以他这个意图还是可以的，嗯、这个意图。黑棋挖吃，提掉。嗯。黑棋断打，他提这个时候黑棋没劫财，他搬这种都小了。嗯。他提，他长吃这个棋。看起来好像子很多，对，但是这里面会不会有点什么问题、啊？你打一打就行、啊，打一打算了。嗯，这外面这一大片那个，这把棋这个抓掉，这个传说中的飞机场，巨大无比。所以他就接，嗯，白棋长了一个，飞机场，飞机场。就这棋一般来说专业棋手不会有打这个的想法，嗯，打这个呢虽然说看起来好像先把这个打掉了，把人家打成一饼啊、嗯、就是把你打打中，但是毕竟有点俗、嗯、但这样的话白棋会不会搬在外面呢？有这可能吗？有可能、嗯、哦，因为如果说这样的话他尖在这儿好像不太对，你差一口气呢， 嗯，因为他单长是也是普通吧，嗯，然后黑棋靠，嗯，白棋顶顶，然后他现在急打，因为如果现在挡被人家断掉、嗯、可能走不着他，所以他现在先急打。打吃呢这个时候白的接住、嗯、这可能绝大多数一些都会接住、嗯、就是说、嗯、如果白棋拐出来是比较简单的，但让他提掉、嗯嗯、对，来的时候嗯，邱老师就说这棋是不是应该拐出来，然后说你是懂棋的、嗯、我说我很感动啊、嗯、被我夸是懂棋的很感动，现在再点这个、嗯、这棋白的棋势还是很不错的，嗯，就虽然说看起来被白的棋通了，但是白棋黑棋这步很损，就假设是这样的，这个交换很损，那白的子呢也没有什么很差的子，嗯，形状效率上都还可以，其实白棋整体来说都还可以，而控也不落后啊，如果他能点到这一下、嗯、比如只有压、啊，他断掉，我就把这个打掉、嗯、这个太厚了，现在各十五目，二十五三十，这两块还不到四十吧，二十五三十，三十多目棋，如果你再走一个，嗯，五十五差不多，这个整体接下来、嗯、这个脚也挺大的，跳这个那、嗯、接下不是还是围中间吧、啊、中间大，想围中间，嗯，中间想要挟他，对，想要挟他，把他要挟回去这个地方，嗯，中间这个潜力主要是，嗯，然后是从结果来看呢，黑白棋这个接住很有可能是败招，对，接这个是的，这步棋呢从此走上了不归之路，从他的意图上来看呢肯定想攻击黑棋，嗯，但是呢本身只有四目棋，对，本身只有四目棋呢，比如说这个段它是单关，嗯，他这个接比四目棋好，但是、嗯、但是他付出的代价也大，因为现在是很要命的时候，你去这儿走个四目棋，嗯，就是他对于厚薄的判断，可能他判断这棋是在攻击着黑棋的，嗯，但实际上不见得，因为黑棋贴上了，白棋气也很紧，
这个地方有个冲段可以立下去做一个大头鬼，所以那个脚上是立刻就要补气的。走后一压他搬，他必须要搬。嗯，比如说要退回了拐先冲挡住，然后一断把吃可以去立一下吧。嗯，做一个大头鬼，因为现在这个是旗筋嘛，白棋也不肯轻易死掉，提两个一起铺一下。这个目数损失太大了，等于打吃。嗯，如果藏在这儿的话，局部就死了。那一般你拐面一立就死了。嗯，那立在那儿吃，你不要立在脚上。立在脚也没事，你断我再立。你得会那个立才行。嗯、比如你要这样，你要长出来这个棋，这摆的就太难看了。是啊，就像这个头，它必须要搬。搬的话，你现在没法冲断滚一个包子。嗯。打两下一虎，然后白棋必须得补将。嗯，让他跳了一个。啊、跳一个，因为不补，人家马上还有冲断。是，就现在是打劫杀。对，冲断来拐打，搬了虎。嗯。嗯，这个跳如果保守一点，就接着。紧他一口气。紧一口气。哦。加上呢，这个是先手，这个先手很管用。嗯、这个先手呢，黑的断不开白棋了。嗯，白棋还是连成一块。是的，就说，但是这个跳本身好多目。嗯，就说他还是想走目，他这个棋。他还是想看重目数。对，他那个就说舍不得。对，这个跳有好多目啊，比起这个接来。对，这年轻棋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他们太看重目数，有的时候、那么黑的一靠就有点问题了。嗯，他挡不住了，因为比如说这个，比如刚才这儿有个子贴一个就连上了，这个刚才弯顶是先手，现在断掉了，现在断一个什么都来不及了。嗯，因为他这个靠出头，嗯，然后被黑棋从这儿长给长出来了、这就完全不一样了、这一长整体的那个，刚才你这些把他一辈子不可能从这儿接回去了。对。然后这地方以后他万一尖出来，这个棋很混乱了已经。对。至少你不太容易把它吃掉，这一冲一般已经挡不住了快。那它看起来白的上面木很多，但白黑的是打两下先手，其实这味道很坏。对。而且这团饼，气太紧。嗯。气紧又重，就说。就是最关键原因就是他把这个子接住了。嗯，所以刚才还是觉得他可能拐出去这局面会更好下一些，现在这一下被人家长出来了就完全不同。他刚才罗老师说接在这儿这情况就不一样，好多了、接在这儿是属于比较忍耐的那种下法，就是说我虽然是控上他不肯的，关键在于他不愿意。那虽然他不愿意，但是这个被人家穿出来之后，两边的后包完全都不一样。你跳一个可能有十几目、嗯、但这两个子后面的后包差太远了、他把这个打掉，接上提了一下，然后拐在这儿。他可能这个时候他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他如果长，他长人家压出去也挖断。对，走完了人家直接就给他挖断了。现在有挖是吧？哦，他现在就白挖，气太紧了，白棋，恨不得只有两口气。所以呢，他要拐这个，比如期待你虎这个，我再长，你这样就没挖断。这样好一点。但黑的是虎在这边，他也不，嗯，不会往这儿虎。这以后白的他顶这样先手是的。实际上他是长的是吧？他先靠了一个在这儿。嗯。靠这个黑棋呢，把这个冲了。嗯。然后长出来，把棋接上。这必须要走，要不然打一下冲出来了。嗯。黑棋再搬一个。嗯。再长。长，但整体这白棋都是裂的、总觉得中间被人家全部分断了，这上下怎么兼顾呢？我看起来白的这很厚，四个字，但是以后跑一个是先手。踢掉跑一个，等于说这气。要走一个等于还有一个子，这个子差不多是先手意思了。当然也拐了跳出来，就算拐了气了也很大，是等于人家这利用还很多呢。就把黑的其实并不薄，那么紧接着这个地方要尖出来了，
对啊，这个一肩呢，比如你靠压，嗯，它扳，要是断，先拍吃外面，嗯，先拍吃里面嘛，先拍吃里面，先拍吃里面，拍这个，先拍这个，拍这个是吧？他走这儿，嗯，提啊，再拍这个，再拍这个，嗯，啊，那这白棋已经很难收拾了，这块棋。比如说你现在再点，嗯，那已经来不及了吧？人家接也行，接了扳了长也行，人家压也行，就说现在可以说什么都来不及了。你这个腕，嗯，白棋长，嗯，吃吃提掉，嗯，现在人家接都不接，直接就跨出来。对，先把你跨断了。嗯，这棋就说已经都晚了一些，就说来不及走了。嗯。什么都来不及，就像这样，就算你这没有这个，你都有可能跨断。现在就这样的话，这样都有可能跨断。这上面还没活呢，当然，对，就说都来不及了。嗯，这个点要趁早，趁这些中间没有，嗯，至少是人家没有头冲出来之前，你点还来得及。头冲出来，你这点就不来不及了，已经。然后实际上白的走了这个，这个已经很勉强了。是，这个。看起来就有点那个猛踢后脚跟啊，而且本身它是防这个的意思，嗯，而且做眼，它这个棋已经很薄了，这个棋，是，但中间它要不走这个，比如你要走个别的，怕中间被人家封进去，你的脚已经快死了，嗯，所以它走这个想两边兼顾，嗯，这已经是出绝招了。这已经是很撑了，嗯，这个李光杯的比赛呢，它现在的用时规则是每方一个小时，然后一次一分钟读秒，那就到后面的话其实一小时很快就用完了。李光杯是一个小时的棋啊？对啊，是快棋，因为它要适应可能是电视转播的这个方面，因为它之前的用时规则也很奇怪，它有点像象棋的规则，主要像我的，我现在等级分排名参加不了李光杯了，所以我都搞不清它的用时它可能是多少时间之内下多少手棋那个样子啊，其实现在有点有所改变，有点像那个农心杯的规则。嗯，很长。嗯，这个形状不在于长，这个白的不能再忍受了。嗯，它接住的话，那就断吃就行。是的。你再拐一个，再再接一下，嗯，要弯住。不堪忍耐。嗯，那就这都不会了的。拿补一个吧。哦，走一个就行了。这块没活，这块，嗯，这两块就算都活了，嗯，也不行。比如两目棋三目，就算你四目五目，算你六目活这些，外面人家不知道多少个字，这，嗯，些这个目数，这小尖这种尖，嗯，这目数都每步棋都有空，全都是带着目的这个。给他糊了一个，不是你要贴他要断这三个，给他冲。他先打吃了一下，打吃了，啊，嗯。白棋急打，他很清楚，他就冲过来嘛。嗯嗯，你提通你就提通好了，本来也没有打算非要把你吃掉这块棋。嗯，他飞。嗯，飞这儿。飞一棋走这儿就高了，一棋。是啊，这吃的，嗯，太巨大了，嗯，这四个子居然被这样鲸吞掉，这简直太不能接受了。嗯，你可以看出这一串来呢，嗯，白棋有什么收获呢？白的收获就一个那个跳。对。跳下去，就是，手肘脚，这个接不能算收获了。就从那个接引发的悬，就这个四五十目就没了。最后作战的结果，这个我在想，下完这盘棋之后，唐伟星不知道会不会对于这个接非常后悔呢？嗯，还是说依然会坚持自己的理念呢？嗯，然后我就说，你说这个接不好，因为你看了后面他们的进程，是的，下的时候说明自己也接，所以说。也很难讲，确实。他试过才知道，跟那个没试过就知道，这完全是两码事情。那个，确实。不过我当时他就摆他的棋的时候，我摆到这个街，我确实有考虑一下是不是拐在那儿，但是我当时很不确定，我想到底是不是要接，我不知道。当然，因为我知道后来摆了之后，我觉得他这个街肯定是不对了，但是之前当时还是很犹豫的。就下棋的变化很多。啊，嗯。就是说你要是什么都试了才知道，那个你这个生命太短暂了。嗯，就说这种感觉，这种接入就是那种质感，嗯，那种就有点勉强，这种大饼。对，是的。花六这种。可能这也是时间关系有点紧张。嗯。然后实际上他飞了一个，
他肯定没想到白的还要进来，白的也是拼定了。这肯定进来呢，当然黑的也不怕，但是就说走在这儿赢的可能是也没那种赢法，赢的也心情也不好。那白的拼了，白的。黑棋往前，贴一个。这白棋也不知道该怎么下，他就搬，那是考虑还看着他那块棋，因为不是很干净。不是看着那块棋，他这个棋啊。这要是比如黑的再有个子，他直接一弯，那就可能出事儿了。他弯这个，比如说这外面厚了，然后他要把这个眼破掉吧，这里面是不活的。对，因为你这儿，就是如果它很厚的情况，你愿意这样你这样也不好做眼，倒是，就是说你要退，你要走这个，他冲，冲这个，对你接他挤，然后挤这个，这上面是没有眼的，那你贴，就说假设你搬出去，就说他能。没有用的话，对，就外面子够多的话，就里面活不活的？里面它你要走这个，就这期不要去提它，就单挤。这局部是不活的。对，那个、你要冲那狗，这是一样的。对。那接住，这边也没有棋，对不对？这边暂时出不了什么棋。端这个没有用，它拍吃外面就行了。你再一个子，再一个子，你再端都没用。它粘接啊，这样也没用，反正你怎么都不断不开它的。要吃它倒是冲吃了，一接它再吃。哦，我接它吃是个勺子。就说这个棋，就说白了还是想继续搬出来拼，他那个想想搅搅局。对呀、啊，他不想等死啊，在那。黑棋搬一个。再搬。要长的话呢？就长的黑棋就在那边走走，比如说怎么样？会不会再压呀？有可能压拐呀。他这样他也拦不住他什么上面。那上面封不住啊。对他不管，因为他这个打是先绝先嘛。然后你走哪儿，你都人家随便一走就出去了。他飞过来，但这要不然就。反正怎么走吧，出头了吧。对。但我觉得他搬一个好像局面一下简化了，长一个可能变化还多一点。是，还有点看不清楚的地方哈。连搬的黑棋肯定必然是选择这条道路了。对。打吃。得贴上它。先保证自己联络了。然后呢，比如说把搬一下拐吃，他是不是就尖一个？就算了这块棋。这个地方无所谓了，这个子你要提你就提吧。那你要进来，你就刺这一下，它接住。你要冲这个，你要冲，你要弯进来。这个进来，这边一个，这要接住冲出去，都那个。这已经有点花了。你要把这个接住，冲出来。这先冲一下。先冲一下，把自己联络先确保，然后再从这儿压出去。这怎么白棋都是花的，反正你想个办法把它怎么把它折腾一下就行。你这形状太碎了，也行。实际上白的是这先靠了一下，是这棋呢，黑棋的没有后顾之忧，就这地方都是连着的，所有的断点都不存在，所以他不用去怕什么东西。这先靠一个，他靠一个黑棋就很冷静的就搬着。黑的硬不硬也不明，啊、黑的就跟着走，其实黑的就算顶一个，你还能贴回来吗？那我就外面走一个不就完了？他吃到外头东西，但是里面也没什么东西，这都连着呢。是啊，他搬一个也脾气好，反正他觉得中间就让你下，你也折腾不出什么来。那白的是跳了一个，搬了一个。他去跳这个，他现在回到这儿了。跳这个也是很老实的，你要虎在这儿就吃不着他吗？那跳这个，那白的还要跳，白的这个鸡，他已经就想挣扎一下了。他可能想着这还要断一个，脚脚加一个。不知道他想些什么，反正得下，反正得做点文章出来，看看怎么把棋搅搅，看能不能在底下做点，比如说能先手断掉它，然后在上面怎么再折腾一下，还是有可以一些折腾的地方吗？然后它是它顶住了，把棋顶这个，尖一个怕什么呀？这个我也不明白它怕什么，被它顶。他是不是要怕要活啊？还是什么意思？先顶得着吗？要是顶不着，他先顶这个再顶那个，那个打不着，先顶你退，我再顶那个，打不着这下。你看，
能怎么做活？其实不像是活棋，顶一个他都能上活棋了，我觉得顶一个，他就是顶的呀，他就是顶啊、哦，他就是顶的，嗯，黑的虎，啊，对他虎到外面去，那现在应该能活了吧？再顶掉，再加，他如果顶长一个再顶，搬一个虎这个，这样也没活，他看这儿能不能做出眼来，打。打他就打，退，那还是不活，嗯，依然不活。一起先怎么把次序走好一点，是不是还是挺有希望的？对，这个搬肯定是要点之一。嗯，加的话，他顶。如果先手搬的话，他能活吗？那先搬掉，刚才顶两下虎在这儿就活了。对，他肯定得吃这个。然后他，嗯，他怎么出去这？这连出去没连上？嗯，能连得出去吗？这是尖。然后我就觉得白棋没连上，总体来说。但是也不太好断他呀，接住。接住我就先击打一个，就拐住还是？拐住。啊、哦。想个办法呗，反正，嗯，短吧，拐出来吧。那我拐出来吧，那就。他出。走这儿，我把这个击打了。击打他给你走外头了吧？那我击打不断了吗？都。你直接就能。我直接击打断了是吧？直接击打断了，是不是被冲出去了？嗯，就说那他是还是搬这个，你那黑的打这个，嗯，他再顶这个。对。可能只有顶出去，因为走别的都不行，所以想试试这个顶。那他接走冲，他顶在这儿，顶在这儿他就冲。对。然后先把这个打通了再说。接回来。哦、嗯，这也没什么招啊，怎么走好像都来不及。那我就。这个如果说先手提通的话，他是不是有希望在上面再折腾一下？这，这个先手的话，啊、我杀这一块，是，我再跳出来。是的，这样黑棋有点危险。嗯。因为活的话，有可能伤脚。嗯。那黑的，比如你搬这个，嗯、他会不会就算了的可能性大吗？好像也不是很大。得吃，要不然他，要不然你就接在这儿，顶在这儿里面，顶在这儿我就把这个做活，顶一个再虎一个，刚才说怎么活，这样活了吧？刚才说是顶这个，都顶着，顶这个黑的，要不然就吃进来，嗯，有可能，对，这脚程不见得有眼，接上，嗯，他夹，夹住。因为上面都连上了。嗯。啊，黑的象好像必须要杀白的，我觉得。不杀是不是不太够啊？觉得。退一个。退是我要活。退一个活的可能性很大，因为他顶的话，这个团先手那并在这儿就活了。拐还有可能，打他打在这儿。哦。就团吃就行。那就团吃呗，简单一点。嗯，退。还有点复杂，退这个想想提。对呀、啊，嗯，这个挺这个风险有点大。嗯，反正现在白的只有搬这个一手。嗯，实战他去走哪里了？实战他急打、嗯，他走到外面去了，不知道为什么。嗯。然后他挡这个。嗯。这断。黑棋断了。他在搬。嗯。他接上了。白棋接上这个，他是看着那块棋，嗯，然后黑棋断打，长，白棋冲，嗯，他现在冲黑的搬、嗯，他因为他长，他被人跳住了，嗯，你冲，只要你冲，他跳出去，是的，是的，是这个意思，嗯，白的黑想气死，气死完吃这个，对，那现在白的搬呢？现在白的搬，他要怎么杀他？他肯定要杀吧？不杀是不是不行啊？不见得不行。
比如五幺让你活，比如都算你走道，退一个，就算他活了是吧？就这样吧。活一个。就团掉，加掉。团打。接上。这是活的吧？这，这活了。这活了。因为你要靠进来，他团这个，他走这个棋也活，他断这个你先手，断这个是体内，要不被他。那这样是活的，因为上面挖这个打吃，断打踢掉，这样的，他不用，他先断这个就行。他先断这个，他多半得踢。你要不想吃了只有接这个，提了他做眼就活了。想吃了只有接这个，他再挖就行。这挖，这样还有个冲呢，这不行。对你打他打了打了打。那就黑棋就让他活了算了，是这样。当然有可能有变化，就假设吧，先假设让你活了。然后他把这个长了，他做活。搬这个，你先那个，吃活嘛就白的这块。我有点怀疑，接上。爬。没活呀。弯是活不了的。怎么黑的这里面还有一些先手的呢？然后。他可以用这个挖粘活，但是挖的时候，挖这个的话。黑棋这边如果有先手就他就死了，就黑的这边可能现在形状没摆好，因为黑棋他如果粘因为你不走的人一扑就死了，你可以粘上或者是怎么粘一个粘哪粘这个，现在好像不太好杀白的，但是肯定前面形状没处理好黑的，但白的还是很危险，如果就算白棋都活了空怎么样，感觉上黑棋应该不错，因为黑棋这两个子都吃掉了，黑的也赢很多，已经赢很多，就算你打吃就算让你都活了，对，全是活的，你全我全部连着，他再走一个，白棋得守住，坚定吧，坚定，他算也别挤你，就长一个吧，你还要挤这个，有点想挤，但是就不挤了，那这块一十十四十六十八九二十。这块22、24，这块多少？这块已经抵全盘了。那太巨大了。一十、二十、二十六。白棋根本进不去。35目棋的呀，已经60了这两块。白的这10、11、12、13、14、23，这个上8目31、33、34、35，白的才40出头。这两块就60了，这块还没算呢，输飞了。这两块加起来已经盘面20目了，这也都是富裕的，20目以外的富裕，那差太多了。这都活了也不行，那活了也不行，那根本就不用谈了，前面输太多了，实在是。那就没有那个，就说，他从这个粘开始，这个粘。这个粘，我们批判了半天了。这个粘那个什么，也。他下成这样了，他顶了，然后长了之后，黑棋搬在这儿。你还没打。对，这个没有打。那就是一步棋，然后这边没点，各方面。但怎么会输那么多呢？这棋怎么会差距那么大是吧？这有点惊诧，让人。就说看起来好像白的，都在，像这个地好像走的挺多的，但自从这个一被人家裂开以后，对，那看来这个裂开实在是太巨大，而且这都没算人家吃你啊，算你都活了呀，就是看来做眼是最悲哀的，就说在你需要去做眼的时候，你看虽然说你都活了，但你那么多子就围了2、3目棋，围了个5、6目棋，一大堆子，是。因为所有的子的子效都集中于单关介于单关之间，一块两块三块四块根本就不行，活五块，虽然他冲，他先断了一下，在这儿交换了一下，黑棋硬的特别坚实，我就打住你，然后他就冲下去了，他打，如果冲他本来打吃就把黑的吃了，对啊，很简单，打他接，是的，那黑的就奔他补一个。这里面补一个，那就什么事儿没有了。你现在也别想折腾。现在活着都不行，现在死了那就更不行了。那么他冲那个，无非就是想你接我立一个多围几步棋。其实这样他也不行，这肯定是也不行。但是黑的还更狠的，他要挡下来。
对，他要求你这块棋杀气，你还杀不赢我呢。所以周扬这个相当的狠。嗯，他这种地方他的狠劲开始显示出来了，这种地方他就不发狠了，他反正别折腾出事儿就行。但是那儿呢，他看得很清楚。现在是白这搬了一个是吧？白棋中间先折腾了两下。嗯，他是，我看看他是怎么，他是断的，然后黑棋走这儿，他挖吃，那没什么用。清楚了。这看起来像是有点像在调整心情，冲了一下。嗯。提掉，然后再接住。嗯，长一点。长。嗯。他一冲，粘上，这气不够，你弯回来我就。他就冲了一个。能打将。啊。可能已经不知道该干嘛了。嗯，这儿呢，人家正好全都是连着的，你怎么下都是不行。那他就搬。啊，对，他搬。搬这个，因为本身你要走这个气是不够的。嗯，差一口气。要收，还得弯这个也不行，弯这个人家紧着来挡住就行。嗯。所以你必须得搬这个，他打你得弯这个。是啊。这是个劫。做成这样的一个劫。人家提。这有点奇怪。他现在冲吃的吧？哦，是从吃的吧？我的棋谱可能不太对。不然，要不然他去哪儿找一个劫财打吃啊？他就接上了，他也没有说，他没提，对他根本连提都没提。那这棋谱肯定是不对的，这肯定先提一下。是不对，嗯，那可能是冲吃接上，然后他找劫提回来。嗯，他接住，他接住，白棋就挡一个在这儿。嗯、挡一个呢，本身黑的挡啊，嗯、这是个缓气劫。对。黑棋提劫就行了，在这儿。黑棋提劫，但问题是再拐一个找劫。但问题是黑棋，如果你不找本身劫的话，人家提掉都是先手啊。这个地方，白棋这块棋都没活。对，实际上黑棋走这个，嗯，走这个就变紧气劫了。对。你也比如说你打，他提，嗯，把这断打。断打这个。哦，然后这样他提掉。嗯。来提。哦。那么黑的可以冲这个，可以冲这个，可以冲这个。那黑棋的劫财太富裕了、嗯，而且这块棋这是连着的，他必须找这个。哦，对，嗯，他就这些都是冲这个那是劫。对啊，这些冲这个冲断啊打都是劫，嗯，白的已经一个劫财都没了，可能冲这个都冲这个就算硬也不够劫财。白棋肯定打不赢这劫、嗯。这不能，我估计黑的白的不值得赢，白的提黑的就唯一一个。是。已经差距很大了，这棋。刚才我们数了，虽然说把这个地方算成黑棋，但是现在是这儿全死了，然后黑棋就守守外面的空，已经差很多了，白棋。嗯。所以跟这空这差距已经挽不回来了。那么白的连劫都不打就认输了，这棋。就下到这儿的时候就认了。就黑的最后是贴这个。贴这儿，对。他这个拼的没有斗志了，这棋。没错。其实这个李光杯已经下了很多届了，今年是第十三届啊。周瑞阳是新科李光杯冠军啊。我记得这个李光杯决赛的时候，今年是在海口下的。每次这个颁奖仪式呢，葛优都会出席。我想大家都非常喜欢的一个著名的演员哈、啊。其实葛优也会下点棋，所以跟李光杯也算是有点渊源。大家觉得看这个李光杯决赛的时候，会看到葛优，还是有一点眼前一亮的感觉哈。啊对他那个水平就是会下一点，不管怎么说也算会下了。我有一次跟葛优搭档，啊，另外两个人呢，一个是我让他五个子，啊，还一个是我让他九个，他也不够，啊，我跟葛优搭档，那两个人搭档，他们俩让我们俩四个，啊，就不取决于那个水平高的，嗯、取决于短板。对，是的，嗯、主要是关键是。那葛优可能下一步棋你就要昏过去了，接下去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了，所以这个差距很大。那个跑争子、大概要争个五六步棋，他才知道争死了、啊，要把人家争死了。嗯，就人家一跑，他想人家既然敢跑，那看来争不掉，就在另外一个方向打一个，那就这个水平啊，还可能是要差一点。啊，那么周瑞阳最后战胜了唐伟新，获得了李光杯的冠军。好，今天的棋呢就为您讲解到这里，谢谢您收看，再见。好，感谢罗喜和九段和裘丹云二段为我们带来的精彩点评。那从今天开始呢，我们将请赵守寻五段陆续为我们带来2013年中信银行杯中国电视围棋快棋赛上的精彩回顾。而今天的主题呢是屠龙，广告之后马上回来。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从今天开始我将给大家介绍2013年
中信银行杯中国电视围棋跨棋赛的一些精彩对局的片段。我就发现了一个规律啊，今年的这个跨棋赛中，这个棋谱啊显得特别的这个暴力。我们今天要给大家聊的话题呢，就是有跟屠龙有关的一个话题。也许是年轻棋手越来越多的参与到我们这个中信银行杯的跨棋赛中，所以导致了这个整体的棋风，我们看上去都显得这个非常的有劲儿，感觉让大家都下得很这个很精彩，也很好看。好，那我们现在就来给大家讲讲这个棋局吧。今天首先要讲的呢是这个周瑞阳执黑，我们新科冠军啊，世界冠军周瑞阳对阵这个孟泰林的一盘精彩对局片段。好，这盘棋呢是我看现在是孟泰林的白棋啊，现在轮黑下，前面就杀得非常的激烈。这个地方大家看这个提的三个子，这个地方又提的龟甲啊，包括脚上左上角是一个打劫。战斗非常的激烈。那这个时候呢，实战黑棋他就走了一个这个拐啊，这条棋当然是应该说也是很正常的一手吧，因为你如果不走的话，不走被白棋走，那么黑棋显然这个七颗棋子就被白棋吃进去了。那目前局势来说，应该是白棋本身就是白棋控挺多的一个局面，那如果这个死了肯定是不行了，所以说这个时候黑棋当时只有拐这个。那么接下来就看白棋白棋如何出手的问题了。现在是黑棋其实有一个问题，就是自己这个大龙，这块大龙我们看并不安全啊，这块大龙并不安全。现在轮白下，白棋该如何去处理它，我们来简单看一下。如果要是用简单的手法，比如说跳这个这个能不能吃掉黑棋呢？我们试一试，黑棋就挡住。接下来白棋，这个只有接，不然被黑棋冲，那么显然黑棋就可以做活了，这白棋只有接。那么在这个时候呢，黑棋可以先搬一个，这个是黑棋的先手，先手全力搬完了之后，黑棋，就，比如说比较简单的，就在这一虎。那么这个棋呢就是一个打劫，白棋打黑棋可以打劫，这个劫呢对白棋来说也非常的重，这劫白棋如果打败了的话，这一尖白就死了。那黑棋还有一种就是更简明，就接上应该也可以，这个接上也是可以的，因为白棋你要杀黑棋只有冲，冲的时候呢就撞紧了一口气，那么撞紧了一口气，白棋这个地方如果再冲啊，黑棋接就是一个先手这样是一个先手，那么这个时候白棋你只好接黑棋，这样一走黑棋就可以顺利的做活了。所以说白棋如果简单的用这种跳的手法是无法杀掉黑棋的一定要有所突破才行。就我们知道这个中信银行杯啊是快棋赛是一种快棋，是个30秒一步的快棋。其实就时间来说呢，给棋手的思考的时间是很少的，很短的。那么在这个时候孟泰林呢就下出了一招妙手，这样妙手一出就把黑棋的这条大龙给击杀了。是在哪儿呢，我们就来给大家讲解一下。他实际上走了一个这个架我们刚才说跳一个不行，跳一个其实是这个不到位，这条棋不够狠，那这个夹才是一个杀棋的一个要点。这时候首先黑棋不能再去里面做眼了，你想去做眼走这个，那白棋就退回来你再去搬，这个结果就完全不一样了，大家注意你再去搬接，那白棋这个时候白棋不会冲这个了，白棋直接冲这个冲在这儿，你接上，那么他把这个眼一破掉，那么很显然，这打吃先手没用底下是不活的。那么这样的话，黑棋就被杀掉了。所以说呢，这个夹是非常犀利的一手，夹直接把黑棋的眼位给破坏了。那黑棋简单的虎去做眼，这个局部是活不了的。既然做眼活不了，那他只有选择另外一条路另外一种下法，那就只有往里冲这往里冲的时候，白棋更狠，把这个拐住
给黑棋活角的机会都不给，这个是最狠的下法。拐的时候呢，黑棋当然还是只有一门心思往下冲，那这个时候白棋再把它断掉。这白棋的这一系列的组合拳，就是这个从这家开始啊，这一系列的组合拳就是白棋这个孟泰灵的一个杀手锏，孟泰灵在这个现在局面最关键的时候，亮出了他的这个必杀绝技，把黑棋这条大龙就给这样一断，其实黑棋就已经宣告死亡了。那么，实战黑棋打吃，白棋跑，黑棋实战呢，他又走了两步，一个再继续吃，那么白棋跑，黑棋打吃，打吃，这个时候白棋踢掉，下到这儿，这盘棋周瑞阳就中盘的认输了。当然也是因为他这个大龙啊就被白棋吃掉了。可以说白棋的这个手法非常的精彩，这一夹一夹之后呢，你是做活也做不成，那个出头就是往外跑，这也是不成立的。那么这招棋也充分体现了孟泰灵这个很犀利的这么一个棋风啊。第一轮就把我们的新科世界冠军周瑞阳挑落马下，也是成为本届比赛的，我觉得也是第一个看点吧，以这种屠龙的方式去那个击败了这个周瑞阳，下的是非常的漂亮。好，那么这盘棋就暂时给大家介绍到这里，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我们进入到下一个环节。好的，欢迎回来。下面我们给大家介绍这个第二盘棋，这盘棋呢是在第二轮的比赛，由朴文瑶九段之黑对童雨霖四段。刚才我们说了这个孟泰灵啊，很血腥，很暴力。那么这盘棋一样的非常的血腥。这盘棋先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当前的局面吧。由于前半盘啊，白棋这个实地捞的非常的猛。我们看白棋这个棋子在二路上的棋子非常的多，尤其这边啊，下边，基本上都是子力，都是三线、二线。那白棋捞了很多的实地，而黑棋呢，数得出来的实控其实并不多。这块可能是一个角，那边左上角是一个角，再有就是这些零零散散的。白这个黑棋的实地现在是很堪忧的，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朴文瑶毅然选择了打入，这个在左边准备跟白棋形成一场决战。那么现在的这个局面呢就很有意思，这个棋局部来说黑棋是局部是很难出棋的，比如说你要断这个大家把这个焦点集中在左边这一带我们先来看这边的变化。那么你如果断这个白棋就在这儿打吃，如果接白棋一提，这个是一气吃这样黑棋没有气，一气就把白棋就把黑棋给吃掉了，所以说呢这个断不行。那你要如果接这个他就冲这还是不行，你如果断他就提了，就给你杀气，这个很明显黑棋气是不够的，你再挡住他就又是一气吃也不行。所以说这个局部看上去呢黑棋直接出棋是走不出棋的，这个局部来说你如果直接去动手是不行的，你粘这个它也是这一段就行了这样局部黑棋对杀还是气不够这个地方只有两口气，主要是那局部不可能把白棋一气搓，那么接下来你就面临着你两口气肯定是要被白棋吃掉的。我们来看一下实战实战这个朴文瑶在这个时候终于亮出了他的屠刀，那他这个可以叫做项庄舞剑吧，这地方打入交换了一大堆项庄舞剑，实际上意在沛公，沛公在哪儿呢？就是白棋的这个整条大龙，它实际上是瞄准了白棋这个整条大龙，这个计划非常的宏伟它是怎么实施的？我们来看一下那么这个时候，朴文瑶开始了这个贴这个贴这个，这一步是非常的好不好意思。我这好像棋子摆少了，没少哦，看错了，我记错了那我从哪个口来好，我切我
啊，就我就还是这样讲就行是吗？就不用切我的镜头是吗？啊，嗯，这个非常的有意思啊。这个棋，黑棋看上去那个它既不是屠杀白棋的龙，然后同时呢又没有在这儿出棋，它去跑了一个好像看上去莫名其妙的地方贴一个。但正是由于这招棋啊，这是一步妙手，这一贴之后呢，就这一可以说这一瞬间就把白棋给击溃了，这一贴之后，他瞄着两个地方的手段，那白棋这个时候已经是无法兼顾了，都哪两个地方？我们来说一下啊。首先，贴的时候白棋如果退这个，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里面的变化，黑棋再接，这时候黑棋再接，那白棋就有冲。由于有了这两招的交换，大家看有什么不同？就是黑棋断这个变成了一个先手，你刚才没有这两个，你这断是后手，现在交换着了之后呢，这个断是先手，白棋只有接，这个时候黑棋再一接，这时候我们就发现里面的对杀不，这个情况不对了，这白棋死了，如果打吃的话呢，他就在这一打就一气吃，把白棋一气吃，如果点在这儿的话呢，他就从后面吃，或者打吃这个也可以。就从后面把白棋吃掉，所以说这个棋，如果像这样的话呢，这个局部白棋对杀是白棋死掉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再还原看一下，换句话说，他贴的时候，这个时候白棋就不能退，你退的话，黑棋一接，这个黑棋的这些之前啊埋下的这些伏兵都发挥了作用，非常的妙，黑在这个地方做了很多的这个准备工作，最后亮出了这招贴。真的是很厉害。那所以说白棋不能退这个，白棋就只有搬，紧住黑棋的气，很简单呀，因为你搬的话，你接我冲，你断就是后手了。所以说在这个局部来说呢，黑棋就已经没有手段了。但是不要紧，有了这两招交换之后黑棋接下来又发了一招妙手，这一手可以说是奠定乾坤的，直接就把白棋给击溃了。他的下一招是靠在这儿。这个太厉害了，他不是简单从这儿打吃，从这儿打吃的话是没用，你把这两个子跑出来，这两个不是棋筋，大家注意，这两个不是棋筋，他就随便把，比如说这搂两下，这样的话白棋去里面这一冲，白棋局部就可以做活，这是没问题的，所以说他的手段呢是靠这个，这个是绝妙的，就是现在黑棋的立场变了，黑棋现在这边的棋已经没关系了，他不去考虑这边的手段了，这边已经放弃了，就说我这一系列的准备工作，所有的准备工作就是为了贴一下，贴着一下之后，这边的兄弟就可以壮烈牺牲了，他就不用管他了，他就靠这个。黑棋现在的棋筋变成什么了呢？就不是这两个子，而是这两个子。黑棋现在目的就是把这两个子救出来，如果能成功的话，那很显然，我们看看这两个子救出来之后，白棋这条大龙一只眼都没有，对不对？那你冲这个最多是后手一只眼，那肯定是一个死棋。白棋怎么办呢？白棋只有冲。其实接下来的变化就非常的简单了，黑棋一打吃，打吃，白棋只好接上，然后黑棋再从这儿打，从这儿打，白棋只有提。那么黑棋这个时候，他实际上还是先打了一个，不过这个打已经没关系了，最后就把这个一接，那么很明显，白棋这条大龙就已经壮烈牺牲了，所以说黑棋之前的所有的损失，这个打入进来之后，其实黑棋还是有一定损失的，黑棋在里面把白棋这个都撞得很结实啊，而且目数也损了不少，但是这些都是一个太小意思了，这个转换实在是不成比例，丢了芝麻捡了一个大西瓜，这个把大龙吃掉了，这个白棋瞬间就崩溃了。那么这盘棋呢，又是一个屠龙，我们刚才看到孟泰林的那盘棋一招很犀利的妙手阿如家那个成功屠龙，那这盘棋呢，朴文瑶又给我们展示了一个妙手，这一贴，这个叫做左右逢源，贴完之后这两边你就是很难避免被我要出棋了，所以说最后又是屠龙这个获胜，那么可见这个招商银行杯中信银行杯是非常的残酷的，那么这个前两轮的比赛就出现了这么血腥的这个场景，非常的厉害。好的，今天的棋局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再见。那感谢赵守勋五段为我们带来的精彩点评，我们今天的文评论道到这里呢，要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棋行天下，其乐无穷。
各位棋友，咱们下期节目再见。